我跟你说，我那天去健身房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人，我完全就是为他着迷。那你要用 A 姐的方式出来吗？哦，好好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 姐，看到了很厉害的一个教练，嗯，而且他很顺，很顺哦，不是，他有一个封号，大家在健身房都叫他下体姐姐。A 姐就有请我们啊，实况见啊，熊碎熊逼的熊腰腰的下体姐姐出场。大家好，有人找我吗？我就是你们在找的那位下体姐姐。聊天室的肥仔，你们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一样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A 姐想请大家翘起来，翘起来，翘起来，不是翘起来啊，不要乱翘啊！等一下呢，要听我的指令，一切听我 follow， 听姐姐的 follow， 知道吗？嗯，好。不要问我为什么讲话嘴巴要这样子，我就是喜欢这样子。嗯哼，这是我的招牌动作啊。嗯，绝对不是在模仿张学友。我要你们左看 ，OK， 左看身体要这样，左看 ，OK， 右看，点点点点。点然后下去，好，好的，有没有大手要大起来？好的，你不能只有这样子，你好，大起来，这样子可以吗 ？OK，OK，A、okay, okay, 姐懂的。行，那我们就开始喽，来，我们大家动起来，准备喽。This is Megan Trainor。大家，我们等一下哦，左边看，右边看哦。好的，所以呢，先动起来，开始。看一下下啊，轻轻的看一下，还没开始啊。听我的指令，好不好？大家冷静一点，好的，听我的，听下。忙的晚上这时候呢，夏姐姐满档 full OK， 跟我说一次 full， 好累啊！为什么要玩夏姐姐这个游戏呢？